您的肩膀，长大后我想成为您肩膀上的那片天空。现在就让我们用一位热情的掌声，由我们摩登原始人理事长、市民代表，还有我们主席以及锦龙市会会长带领所有模范父亲霸气登场。那最主要啊，庄严隆重，然后来表扬我们的模范爸爸，来捧一下，来起立的时候，团队再次的谢谢。咱起立要颁哦，无主席、副主席代表同意嘛，无法度哦。我们掌声也谢谢我们主席、副主席各位代表。阿万县政府是沙皮吉叔叔啦，还是要再次的谢谢我们这个很多的社会福利，我们很多的这个建设都是在议长、副议长跟各位议员的支持之下，才能够来这个跟公所一起来共襄盛举，创造出地方最好的一个这个幸福哈。那在这边贵体人老公哦，这个妈妈姐贾良培，爸爸姐哈早阿无看的哦。那我们的市长他就很用心的，那摆料很温馨哈、哦。那最主要在这边还是要恭喜我们所有的模范爸爸，你一定拢是为咱里长啊，伫咱庄头内底去找着上优秀的。那模范爸爸有的是可能为家己啊家庭环境无好，家己认真拼拼就有成就，啊，佫造福足侪，参与足侪公益，啊，甲囝儿时阵啊，拢这个啊，请了足有成就的。所以在这边要恭喜所有的模范爸爸，咱爸爸先够。我们是113年的模范父亲表扬大会哈，啊，在这边各里总共是一个里，啊，选出46位一个模范父亲哈，都具有代表性，啊，每一个模范父亲都经过精挑细选，啊，可以说在各里当中都是特别挑出来一个模范父亲，可以代表我们的恩师，当然其中有3位也代表我们恩师去参加现的一个表扬。都很有成就啊，在这边感谢所有父亲，在这边啊，在此啊，要恭祝所有全世界啊，全台湾的母亲父亲节快乐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模范楷模。